金广大来宾。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吉娜罐子的吉娜杨淑宇。大家好，我是罐子李康庆。我觉得金广的主持人真的很像我们的兄弟姐妹，然后今天还有这么就是说这么漂亮的妹子啊，不是，就是来帮我们录，这是不是算是蛮特别的一次上金广的经验？因为有影像的录影嘛，然后这个房间真的非常美。对，罐子不知道想法跟我一样吗？呀，美。我们这次在2021年发行的新专辑叫做《小吉的路》，Segi 的路，那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这两年之间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故事。那小吉呢，就是我的左手，我帮我的左手取了一个名字叫小吉，因为他在2019年的时候受伤了。那原本，其实这个专辑就是有原本的我们吉娜罐子的风格的歌，然后也有就是写来送给小吉，帮小吉加油的歌曲。然后也有就是说在这一两年之间我们面临到一些亲人的离开，然后一些思念的情感在里面。那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够在我们这些作品里面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些感动。清唱几句就够吗？啊，没有。唱一小段也可以哦。好，那就唱个最近大家还蛮喜欢的歌曲好了。爱这件事，爱这件事情，好 ，OK。爱，一件事情，很有反应，快死个耶。爱，一件事情，多大很，很爱不得耶。我们的平台。我们的 Facebook 有专页，我们也有 Instagram。对，我们的 Facebook 叫做吉娜罐子杨淑宇。我们的 IG 叫做吉娜罐子杨淑宇啊，好巧。我们的 IG 就是 Gina Scan Taiwan， yeah，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资讯、演出相关讯息，然后或者是我们一些日常生活无聊的发表，都会在上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好，我是吉娜罐子。你有朋友都甩唔得吗？警察公布天台就系撇潘安利甩唔得嘅好朋友。